小玲姐又回到就是原班人马，那个感觉是回家的感觉啦。哎呦，老了就很陌生的。帅帅，大家好，我是西西。龙年的贺岁片，钱不够用三，全部够用来了。相信大家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主要演员们，而且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们，哇，是无比的兴奋。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钱不够用三的主要演员们。我们现在说一下你们在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在戏里呢是演辉哥的妹妹，在里面会很美，会很美的哦。Okay. 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呢，我演阿翁，我是真的是穷到不行的，都需要钱的一个人，到最后我就变成有钱人了。 Of course 我长得很富贵相嘛，对不对？哇，我就演阿强，懒得去想这个名字，从第一集开始我们就想不到好的名字，就叫自己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呢三个人的关系呢，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每一次都是不一样。这次呢，我们又回到呢是甘蹦的朋友。辉哥，我猜一下你的戏里面的角色名字哈。不用讲，我是演阿辉。阿辉，在里面就妹叫舅妹。顺便介绍，她就是我老婆。哦，辉嫂。我就看了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跟她还有一点点不是像的。我们是远亲，我们是亲家。你们没有哦，没有。哦 ，OK， 不好意思，多一次你。我们是亲家。哦。啊。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印象深刻就是莫小玲没有台词喽。哎，什么？我的台词很重要哈、哦，我不像你哦，讲一大堆台词。我的那场戏就是在家里拜拜的戏，因为拍的时候是我刚刚中完 COVID 回来的第一天，担心跟新人拍戏的那个默契不懂会不会有，但是都 OK， 所以那天我拍得很开心。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女儿进 ICU 的那场戏，因为呢导演安排表演的方式跟情节我都很满意，到最后我不是在演一个人，而是那个人来找我。所以那场戏我们拍了大概是9个，差不多10个钟头。哭戏嘛，是那时候的心情是如何的？你讲真的，自从作为人家的爸爸之后，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当然是会很痛。那个时候导演也有跟我讲说，他要怎么处理这部戏？为什么我们拍9个钟头？因为你同时要在同一场戏里面演4个不同的情绪，那个情绪有些时候你觉得来的时候是不对的，那后来慢慢花多一点时间的时候，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对了。其实我想，真正我最觉得好玩的戏就是那场张学友演唱会的票的时候，我觉得整场戏很好玩的地方，因为呢，你们有跟朋友借钱的经验，你这场戏呢，你看了就是感同身受。是，他平时会跟你讲他有多有钱，多有钱，多有钱。对，那你要跟他借钱，他就讲他有多惨，多惨，是跟你比惨。对，他比惨，然后呢，比惨的时候，他突然间还看到他过得很好。设计这场戏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非常好玩，而且很接地气嘛。那么辉哥呢？阿辉，我没有印象深刻的，就是很简单啊，印象深刻就是等了9个钟头。就是我很 enjoy 的一场戏，是我跟辉哥两个要写请帖，然后他就拿了当年的那个白氏的那个记录啊。我听说哈，就是在跟辉哥对戏的时候，你 NG 的次数好像比辉哥还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跟我讲。但我没有办法帮你，因为我要记我自己的。会我还讲出口哦、啊，我无能为力，知道就好。志祥的台词会一直在换的，他看感觉的啦，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日子，我的头脑已经生锈，记不到台词。回到他的怀抱，哦，我的天哪、啊！怀抱那个 brain 好像放了那个药盒，马上醒了。所以隔了这么久，然后小玲姐又回到就是原班人马，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回家的感觉啦，哎、老了就很陌生的。我真的看到他们四位在一起，我很开心，想起那个搞笑行动，真的很想重温旧梦。我很想让人家知道，我们两家班在一起是很有默契的。一个眼神啊，一个举动啊，我只要这样稍微这样看他哦，我就知道他要什么了。是，我好直接讲的，我都想哭，真的。好像回到梁家班的时候，他很感动，可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欢迎他嘛，我们欢迎他嘛，没有，没有，我没有讲不欢迎，我没有讲不欢迎，我们是欢迎的啊。这么感伤。不是我们刷一刷的 style，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你们玩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好，一人每人头上贴着字，问彼此几个问题，来猜出自己头上贴的是什么字。所以现在我手上呢有5种不同的词，然后每一个词汇呢都是跟你们的电影有关的。好喽，来喽。
Oh my god！ 跟我在电影里面有没有关系？没有，是不是人来的？不是，是不是台词？不是，你看不到的啦。是不是电影的故事？跟这部电影有关，可是它不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是名字？不是。这个是一个人吗？不是啊，你都不是人了，怎么你都不是人了？怎么会放人的名字？不是，是不是一句话？不是，不是，是不是一个人？是是，就可以直接猜了。没有，你要猜，你可以猜。猜错了，惩罚我。我先不要猜先，跟你。是不是两个字？是。欸、我的是跟我有关。有是有是人吗？刚才问过了啦。是不是一种行为？不是。快点啦，跟我有关系。对对对，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辉哥。哇！第一个猜到的竟然是辉哥。他是 plastic 打开了哦。深藏不露。我很担心微光烦躁哎。喂喂。我很担心啊，这个世界上剩下我一个人呢。哇！是不是三个字？是。潮州州。哇！哇！天哪！哎，这样显示我们三个很笨哎。笨哎！不会不会，来来，小玲姐，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不是。不是。你到我，到我，到我。OK， 梁导演。梁志强。哎呀，很烂的，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跟钱有关系的。自然现象。没有钱，没有钱。不对，不对。对他来讲，没有钱是自然现象。对啊，不是吗？这个啊，哎。这个手链很长嘞，都这个很长嘞，这个送货员。OK， 没有了，到我的机会了。我演给你看。哎呀，被雷劈！耶！剩下麦哥，我们来帮他助他一臂之力。要这样子，要这样子。是。是招车。耶！哇，辉哥最厉害哎！真的。欢迎 everybody get to the light。没有啦，太厉害啦！今天不要欧露哎。跟观众说一说，为什么要看钱不够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梁家班又回来了，重出江湖。还有呢，在戏里面我会很美啊。OK， 除了美之外，我觉得集体回忆才是最重要的。OK， 很高兴啊，梁家班全部回来，而且我真的能够把我们熟悉的搞笑的手法给大家带来的那些震撼的情节了啊。重新再包装一次，一定要来看。看我年轻的时代，我的女朋友。你不要乱讲啊！你年轻的情人，梦中的情人呢、啊？不是你的女朋友了、啊。梦中的情人呢、啊？怎么擦出火花？也的确有擦出火花。这是一部让你大笑跟大哭的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记得要去支持我们的《钱不够用三》。看这部电影，我担保你不会钱不够用，一定会钱不够用。嘿。哦，会啦！谢谢主要演员们，谢谢。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钱不够用？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哦。